复制啊，也是直接复制贴过来。那差别只是说那个规则不一样嘛。我们 ASCII code 内码的位置我刚刚提过，就是第一个你要找到什么呢？找到大写的位置。所以大写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65哦，所以应该是大于64，小于91，就是90啊，这个区间。那因为它有大小写的区分呐。当然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刚刚有同学问说，那可不可以用两次判断？可以啊，你可以再判断它是进来第一个是在这个区间，或者是在另外的区间，好，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做两次的逻辑判断？但问题是两次逻辑判断，我觉得程式太长了，光一次判断啊，再一次判断，所以后来我想了第二个方法，不如干脆把小写转成大写再来判断，或者你把大写转小写也可以啦，反正哪一种方法都 OK， 因为你只要判断一次就好了。那其实哈，程式的写法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哦。为什么？因为你用 and 或 or 哈都做得出来 ，and or 都做得出来。还有就是说呢，你要用两次，或者是说做一次大写小，其实都做得出来。那为什么会选择其中一个啦？我讲过嘛。最好是自己最觉得哈简单的方法，也最好记的方法啊，千万不要故意，就是程式应该是越写越简单，而不是越写越复杂。所以我的写法是吧，干脆全部转大写，做一次判断就好。可是你需要找到那个转大写的函数，就 UCase 嘛，刚刚有讲过哈。那所以程式的写法我大概 run 一下，因为这个应该不算太复杂，就是把留下数字这一段程式复制贴下来。改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哈，就是在那个我们的 mid 的前面多增加一个函数，就是 UCase， 就是你把这个字切出来之后，有没有就先转成大写？所以前面的话，你可以打一个 VBA 点，所以原来没有嘛哈，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 VBA 点点之后有个 UCase， 有没有？然后前括弧。然后记得有一个前括弧就会有个后括弧，所以后面再多一个后括弧，这样就 OK 了。那还有同学问说呢，这个 VBA 点哦，是不是一定必要的？其实不一定必要，你可以不打没关系，直接打 UCase。那为什么我会打 VBA 点呢？主要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哈，因为函数太多，我也怕拼错啦。如果你怕拼错的话，你可以打一个 VBA 点，它可以自动带出那个函数，那你用选的。一定不会错哈，这个是一个写程式的小技巧，因为写程式就怕写错了哈，所以呢，你尽量像我打程式的时候也会全部都打小写，但是你移开的时候，你如果首字有变大写，那表示你字没打错，可是如果你移开，哎，奇怪，发现怎么还是小写，那你可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打，像同学常常打一个 sales 应该加 s， 可是没加，对不对？那如果你全部打小写移开，你会发现那个 C 还是小写没有变，那你就知道打错了啦。OK 哈，那其他的话就大于等于65，或者你可以大于64啦。那我讲过了，我习惯加个等号。好啊，如果你不习惯加个等号的话，那你干脆就是用大于64啊，小于91。不过我发现哦，还是用等号比较简单，因为我看到那个，那有时候还要在想说它上面的跟它下面的，干脆加个等号，这个问题就简单的哈、哦。好，这样怎么样呢？再串接，啊，串接部分都一样啊，输出到哪一栏呢？输出到我们的一栏。所以改完之后呢，基本上哈、哦，大概只有改那个什么呢 ？UCase 哈、哦，然后呢，大于等于64，小于。等于90，大概是这些。那最后的话，输出到一栏，改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输出。那你会发现哦，哎，这个英文的部分呢，就全部输出了。好 ，OK。那当然，再来中文部分哈、哦，中文部分的话呢，其实也逻辑差不多啦哈、哦，所以基本上也是把英文部分复制贴过来。那我的逻辑是这样啦，如果是它是大于127，指的是什么呢 ？RCQQ 内码表，因为内码表里面呢，最多就只有127，有没有？最少就0，总共128啦，啊，实际上就是8位元啦，2的8次方嘛，哈，256，哦，的一半，它可能是有4个位元，4个bits 哈，然后呢，来定义这些资料。那如果它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小于0，或者是
大于127，那可能就是非数字非英文，那其他就是中文的，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来判断。那这边的话呢，就直接把它输出，那其他改的方法都一样，那再把它输出。剩下来的话好像只有 Nokia 是中文，当然我是建议啦，你可以试着找其他的资料来用用看，工作如果有用到的话，那你可以马上尽量先试试看。如果你可以借由工作里面的题目来练习的话，我相信你会学到更多。最后的话多一个所谓的清除。那清除的话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你可以什么用峰回圈写啦。不过其实以这一题来看，基本上我这个清除不是直接用峰回圈写，而是直接怎么样用一个 range 物件来写。 range 物件 range 指的是范围嘛，啊 cell 是一个储存格，我们之前是 for i 等于第二到九，然后去清它里面等于空置串嘛。不过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范围的话，你就直接指定这个 range b2 到 f9 这个范围，所以后面只要加一什么呢，点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所以我这边清除加个 sub 比较清楚，那我就直接指定一个 range， 它的范围是 b2， 你可以给个 b2 冒号 f9， 然后点什么呢，点下去会自动会一个清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出错的技巧。点下去如果没有出现，那表示你打错，打个 CL， 它会出现 clear contents， 你就打一个 clear contents。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这样的话呢 很方便，就全部清空了，而且效率也比较高了。因为之前如果储存格一个一个删的话，如果资料删除的量多的话，它会很慢，一个一个慢慢删除。那现在这个删除是整个一次全部删除，那请各位试着把这部分先完成。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看，就是如何把它变成 function。 因为 function 的部分的话，就是直接什么插入一个指令函数在这边，数字个数，那我需要一个什么呢，也是五个 function。 第一个 function 是留下数字函数，应该是数字个数函数，也算几个。第二个是非数字个数有几个，第三个的话呢是留下数字函数，英文中文总共会有五个函数。那这样子怎么写，前面我讲过，其实你可以拿 sub 的架构直接来稍微改一下东西，其实就完成。那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按确定，有没有原始资料给他抓到了，然后按确定，自动向下填满，会自动算出，指错了，应该是算出几个，它会算出里面有几个数字，原始资料给他按确定，他会 return 一个结果来帮我放到这边来。这个流程前面方选有写过嘛，它是互动式的，所以你第一个要先给他一个原始资料，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原始资料进来之后，那你要做什么呢，当然就针对这个原始资料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做切割来判断是不是一个数字，是就加一，有没有，那这个方感觉上跟刚刚那个 sub 还蛮像的，不过呢差别是 sub 是直接抓上面看到的资料，那方选是你提供给他资料，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延伸想想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写出来看看。